各位观众您好，欢迎莅临工学社音乐厅，节目即将开始，为使大家能有高品质的聆赏环境，提醒您于节目演出进行中，请不要摄影或录音，并请您将您的行动电话、电子呼叫器、闹铃等相关电子用品关机，以免影响节目演出。工学社音乐厅谢谢您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KHS Hall. The performance will commence shortly, and let me remind you that recording and photography are not allowed in the auditorium. In addition, please switch off your mobile phone and beepers.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福德打击乐团
今年的这个年度音乐会呢，我们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福德国小张校长来上台为我们勉励几句。掌声欢迎我们的张校长。校长，请把我们的右舞台上台，左舞台。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张校长。好了，谢谢三位主持人啊，还有我们庄校长、丁校长、罗会长、李会长，我们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在盛夏的这个夜晚，能够有这种悠扬的夜声，我想一定是可以让大家消暑不少啊。听说今天的气温最高38.3度，对不对？那我想我们福德跟柳工这一个打击乐团成立也很久了，为我们福德社区创造了很多温馨跟感人的回忆。为什么讲温馨呢？因为要投入一个乐团的工作必须要家长们、学生们非常努力的来学习，那才能造就我们一代传承下来的那个音乐的种子。为什么感人呢？我知道很多家长，尤其是罗会长，特别为这个社团花了不少的心血跟心力，让经营福德社区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的园地，让音乐来陶冶我们社区。我觉得这样的心意让人家非常感动，是不是？是。所以我们来一起参与啊。那我个人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尤其在这么好的场地我想留下演出一定会非常成功。我先祝大会能够圆满成功。现在我来介绍几位参与的贵宾首先我介绍柳工国中庄清启庄校长来贵宾。今天我们欢迎欢迎我们到我们大安区的方和国中另外是关渡国中林明贵林主任。那即将在8月1号来荣升我们柳工国中的校长，我们恭喜他好，接下来是我们打击乐的团长罗文杰罗会长来。李嘉诚会长，李嘉诚会长在哪里？好，我们学校张小军张老师来，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好，最后祝大家今天能够我们很愉快的欣赏，也祝大家心想事成，顺利平安，谢谢大家。谢谢张校长。接下来呢，福德打击乐团正式的演出即将开始。在我们序奏开场鼓乐之后，接下来演出的是福德国小打击乐团的在校一团。我们呢，福德国打击乐团在校总共有分成3个团从新生团，然后升到2团，再经过考试才有今天在台上的在校一团在校一团是代表福德打击乐团呢出去征战各地大小演出以及各个比赛重要的一支队伍今天我们来演出的第一首乐曲取名叫做拉丁金曲。拉丁金曲呢是拉丁美洲热情舞曲的组成。我们这首曲子是由朱宗庆打击乐团资深的团员黄坤炎老师来做的改编。我们请玉杰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拉丁金曲。好，是的，我先来介绍一下好了。来自拉丁美洲的拉丁舞曲呢，向来是给人家一种非常热闹、明朗、轻快的。那它的曲风呢，在节奏上面呢，也比一般的舞曲要来强烈的许多。那我们这一首乐曲呢，其实融合了3首很经典的拉丁舞曲，分别是 Tequila、Oye Como Va 以
及拉班巴。那这三首舞曲呢，拉丁舞曲呢改编而成呢，其实是最能够带起现场气氛的，会让观众感觉非常的有热议。小朋友，那你们知道 Pakia 是什么意思吗？ Pakia 就是龙舌兰的意思。那 Oye Komoba 就是欢迎 Welcome 的意思。那 La Bamba 呢，就是一种舞曲，一种 dance 的意思。好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精彩的分析这一首拉丁金曲。现在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欣赏福德打击乐团带来第一首正式曲目——拉丁金曲。
非常的精彩呢。Thank you.
非常的生动呢，仿佛有一只很大的蜜蜂在我们音乐厅里面不断的飞翔。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展现一个比较特别的演出的形态。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里面呢，我们要安排了一个二重奏的一个演出的形态。那我们也借此呢，来呈现打击乐呢它多元以及它丰富的表演形式。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乐曲呢，它的叫做《彼得与狼》，它的作曲家呢是俄国的普罗高菲夫，他不但是一位作曲家，他也是一位钢琴家。那他是俄国最伟大以及多产的作曲家之一哦。《彼得与狼》呢是在描述彼得和动物们呢他们合作来打击退这个大野狼。那里面它有很多的动机，包括了彼得他在走路的模样啊，还有彼得跟小鸟的对话，以及他们打败大野狼之后非常的欢欣鼓舞的一个结局啊，欢乐结局。待会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在里面我们有没有听到小鸟的声音，或是彼得他在走路的一个形态。现在就让我们欢迎由蔡兆祥以及蔡兆阳兄弟为我们所带来的《彼得与狼》。相当的不容易。那这个作曲家 Scott Joplin 呢，他也就是美国散弹音乐作曲的大师哈。我们马上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小瀑布》，让我们掌声欢迎文汝言与林木青。Thank you.
真是相当的不容易呢。他们两位运用了四支棒子的技巧，好，请大家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鼓励五年以及木金，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曲子呢，名称叫做《爱的音乐盒》。它的作曲家呢是一位加拿大的钢琴家 Frank Mills。其实呢，这首曲子呢原本只是在他的一个钢琴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曲子而已。那很可惜的呢，他在他第一次发行的时候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注目。那但是到了第二次，他又加入了其他的新的作品之后呢，哇，他就大名大放了，受到非常大的注意，而且呢，在电台呢非常受到热烈的欢迎。最后呢，他甚至还冲到了美国告示牌的排行榜的第三名呢。接下来呢，爱的音乐盒，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到甜美的高音，还有优雅的中音，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穿着彩色的蓬蓬裙在琴键上跳动着。那到了最后呢，那个小精灵躲到幕布后面，那优美的曲子就是排绕在我们的耳边。那就让我们大家欣赏爱的音乐盒。
接下来呢，就是二团长大之后的样子了。再来呢，就是上半场的压轴曲目，曲名叫做《行进的季节》，为我们演出的呢，就是福德打击乐团的在校艺团。这些艺团的小朋友现在大多是刚要升上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同学哈，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哦，真的是哈，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下面这一首《行进的季节》，作曲家是美国知名的这个配乐大师亚里所写的《行进的季节》。这首曲子呢，总共分成三大段落，分别是慢、然后快板以及慢板做结束。好，在快板的地方呢，很不容易的是，我们运用到复杂的节奏变化，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哈。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小学生的阶段接触这一首，是我们职业的打击乐团，甚至是大学里头音乐系打击乐团来接触的曲目，真的很不容易。但是给我们的学员给我们的团员练习了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呢，今天他们做到了。当然，我们还会练得更好。现在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上半场的压轴曲目《行进的季节》。Thank you.
谢谢我们在校一团的演出，现在呢要进入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了哈，真开心，大家可以一起来动一动哦，上个洗手间，顺便打个电话，请你在附近的好朋友赶快来欣赏我们下半场精彩的演出啊！是的，下半场的音乐会的节目呢也会相当的精彩哦，请大家把握时间准时回到座位上呢。各位观众，我们下半场见喽！下半场见。